我忘记了，对不起，赶快去上课。欢迎光临，我要寄货。 三件事吗？嗯，对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可以再给我几份单子吗？啊，需要几份呢？哦，5份。好，没问题。哦，3份就好。好。谢谢。谢谢。慧姐，妈妈，早安。早安。你要回家吗？没有哎，我要带我婆婆去复健，但是我是从这个方向。 我先生这几年都在上海工作，放假回来的时候有时候也要见客户，所以如果可以，他都会希望待在家休息。可是啊，安安只要他爸爸一回来，就会一直吵着他爸爸带他出去玩，是一直吵，一直吵哦。一定是爸爸终于回来，太想念爸爸。这样子还不够皮吗？<笑>不好意思。 接个电话，喂妈，你到了，我不是叫你等我吗？我等等去接你啊，我现在过去找你，你等我哦，等我。我婆婆她自己跑去复健中心了，我现在必须马上去找她，我先走了，我们下次再聊，路上小心，拜拜。 来，喝茶。谢谢。嗯，你画的这幅画有什么意义吗？这一系列的画叫做《人生中》，我想要用四幅不同风格的画来诠释人生在不同阶段的面相。这幅是第一幅，它代表人在7岁到21岁之间。 其实都是注定好的，就像这些颜料，该撒在哪，它自有安排。其实，也跟你一样，你还这么年轻，你应该要勇敢地放手一搏，一定会有收获的。嗯